看你老公。哪呢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看错了，看错了。啊，来喝水。好。美女，这个是我刚刚给你拍的照片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啊，是挺好看的。哦，对了，我看那边风景也不错，我再去拍几张照片啊。哎，美女，昨天晚上在我们酒店开房，还没给钱呢。什么呀，我明明给过了呀。给过了，我借你看。走。阿姨不要怕，等下叔叔啊送你回家。嗯。哎，来喝口水给阿丁。谢谢叔叔啊。不好，瓶盖被打开过，他们是一伙的，我要冷静冷静。哎，你怎么不喝呀？哦哦，师傅，我忽然想起来，他们两个追我，会不会是因为昨天晚上我打牌赢了那5万块钱啊？啊，五万？嗯，我打牌赢的钱啊，不敢告诉我老公，我藏起来了。你能不能陪我去拿？好，叔叔陪你啊，一起去，走。阿姨，怎么走了这么久还没到呀？啊，就在前面了，要不你在这里等我，我过去拿。哎呀，不行的，大姐，你一个人去啊，我不放心。要不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。哦，不行啊，那个是我的秘密基地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的。哦，对了，叔叔，你看走了这么久的路，你肚子一定饿了吧？我这里刚好还有一个乳酸菌小口袋面包，很好吃的。要不你先尝一下，在这里垫垫肚子，我马上就回来。行，快点啊。嗯。喂，110吗？嗯，你回来了。这乳酸菌面包吃起来啊，松松软软的，里面还裹着厚厚的乳酸菌，一口下去啊，还会爆浆，味道真不错，一定很贵吧？不贵的，叔叔。这个乳酸菌小口袋面包啊，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，而且啊是零反式脂肪酸的，老人小孩都爱吃。现在下单啊，一箱只要9.9块。开的越多越划算，还包邮呢。你要是喜欢吃的话，这些都送给你。嗯，那挺划算的嘛。哦，对了，钱拿回来没有啊？警察呀，已经把这片小树林都包围了。